兄姐妹们平安，来我们来唱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Thank you.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转向你，渴慕
息，来到我主前，我未怕开几多的门，我关心你用意，给我心上帝，我拉人机会，哎，无论伫咱个厝啊，咱个参加，哎，啊，敬拜主耶稣来听伊个话。今日暗，希望今日暗，咱个主耶稣会甲咱同在，伫咱个厝，伫咱个厝个内面，会来啊，祝福咱人，啊，予咱人个学习哦，啊，加减啊，功课啦，第一。内恐怖安尼款，我阿未开始，咱有一个有内报告啦，啊啊，后下拜四暝，咱人甲因文部参伫咱个教堂，啊八点啊教堂参伫阿边啊，
Esther 姊妹会翻译英文的，就讲咱的道理啊。Esther 姊妹会翻译，所后的拜神的地点，咱有福建甲英文查嘛聚会啊，因为咱爱庆祝啊，即个耶稣是拜五的死啊，咱庆祝拜四暝，所以拜五暝咱无聚会，拜五暝咱无聚会，但是拜四咱有参加。那落来拜六暝7:30，拜四暝是8点啦，拜六暝7:30咱不参，英文无加福建无，咱是国话节，耶稣国话庆祝耶稣国话，所以是拜六暝。7:30，所以啊，是了人，有个人，虾米人会来参加啲教会啊？第好啦，会记哦。所以拜四暝，咱人有领受圣餐，咱本有受咱嘅奉献，特别咱第二个奉献本所以希望了人会记啦。所以今日暗咱开咱嘅圣经，创世纪第三章。我伫咱人即个福建的即个Facebook 有甲你人讲爱读爱请读创世纪第三章16节读到14节即个是咱看即个了了，咱第三章即个道理了了过来咱去第四条啦，但是后摆是咩？是咱看耶稣信约啦，耶稣安怎来牺牲伊家己生命所以希望咱人读第三条16节甲24节所以咱祈祷头先，我人的上帝，我人真正感谢，好，我人过一摆会聚集伫你面前来。敬拜来，领受你的话语，求圣灵教我人同在，准备我人的心，开我人的耳让我人的好好来听，听了，让你的话来改变我人，进步在属灵的方面，所以这摆感谢，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OK，咱们来这个第三条等于拜五暝话有运用是上帝安怎审判这个魔鬼一撮甲魔鬼。今暝咱来看16节、17节、18节、19节，上帝安怎审判伊审判这个阿花查某头先。连17节起，伊来审判一个阿东，一个查甫人，落来二十章甲二十章，毋是二十章甲24节，咱会看到上帝恩典领到一个诺桥安怎伊人犯罪了得罪上帝，反对上帝话，上帝安怎献伊个恩典甲伊个怜悯。即个两句，所以咱安尼看啦，所以咱开始看即个16节啦。那如果看即个16节的内边我是讲安尼讲，是即个两句即个阿东甲阿娃，是伊人无犯罪上帝无需要审判了的，伊人无做错嘛，所以无需要审判，是伊人无。无得罪，无犯罪，人诶生命，人诶生活，真正好事真正好事，真正咩咧？欢喜，快乐，永远诶快乐。甲上帝，人甲上帝真正好诶沟通，人甲人阿东甲阿花，话伊人诶。诺叫会享受伊人嘅婚姻伊人嘅生命，甲人甲即个上帝所创造嘅物件，世界本来
好诶，人甲即、这个上帝创造诶万物，甲你啊，本会好势，一局尔，一个尔大大，即、这个魔鬼撒旦尔，伊应该着审判，因为虾米事咧？即、这个物件还无发生，即、这个伊等诶婚姻。物件还未发生，人还未得罪上帝时，即、这个魔鬼伊犯罪了，上帝他哩就，谴责他哩就，说上帝审判伊了，伊单条爱定去地狱，即、这个是上帝旨意啊，魔鬼未改变了，无啥物机会了，人也有机会人悔改啊。人人接受主耶稣，人有机会，一个新的天，甲一个新的地，上帝诶耶稣上爱创造过一摆，第二摆所以，因为人得罪了，所以上帝审判，上帝审判，人来看，上帝审判一个查某人，上帝讲啥物咧？上帝讲啊，我爱。我读看第三章十六节啦，如果是答案，读较好啦上帝啊，对即个负责人讲，我的确大大大大大大TDD 怀孕的坎坷。上帝爱肯定伊的成果，伊的生命特别，伊新的时啊，查某新的查某有新的时，伊的成果，所以上帝这边咱会看到上帝家己讲未讲遐尔啊，你看上帝反应甲即个伊查某变甲即个查甫啊，上帝较温柔了只，甲即个查甫啊，伊无骂即个查甫，伊无骂即个查甫啊，一句尔，伊讲啥物事你做安尼款，但是甲即个人啊，伊讲十七只，伊讲因为你无听话上帝无安尼款款待即个查甫上帝真正温柔来款待伊所以像咱会看到如果是看圣经读圣经逐摆讲一个若叫犯罪的时啊，逐摆讲下去较济讲一个查甫人讲伊所做毋对，即、这个查某的较少讲就是用第款待即个查某，较好的款待啦，比个即个查甫所以伫即边伊甲即个查某讲，我家己爱倾听你的问题，你的困苦，特别你有爱有新的时，有惊的时，倾听。所以这个是讲上帝家己，三加十五层啊，上帝甲这个撒旦魔鬼讲，我爱啥物咧？甲这个查某，我爱，你甲这个查某温柔我爱做安尼款。所以这个是讲上帝家己来。家己的手来做了，有时啊，像阿勇安怎上帝安尼款哇，伊款待一个查某爱伊安尼款，但是你爱知影啊，即个是上帝怜悯了，我家己，所无别人会来，来害即个查某，无别人会来做物件。无对上帝旨意，所以上帝是掌管一切，所以安尼看啊，无论啥物物件发生，是有上帝准的，上帝旨意，合甲上帝旨意，所以上帝讲我家己有一摆伫大卫王的生命，伊得罪上帝，所以上帝真正受气，是上帝让伊爱敬三行。一个呢，
三年无物件食。第二咧，敌人来甲伊交战三个月。第三咧，上帝讲我家己啊，来参加即咱咱咧即个 coronavirus 安尼款个病啊，三日，我家己。所以先知甲大伯讲，你爱经到即落第一三年啊，即个啊。无物件食。第二咧，三个月，你会对敌啊来攻击你。第三咧，我家己和你三日会康复。所以代表你在经下面已经第三啊，伊讲较好啊，互相的啊，我。啲上帝手教好，甲啲人嘅手啊，所以嘅意思讲，无论上帝审判是真啊，真严，但是神嘅怜悯啊，超过人嘅怜悯啊，人嘅怜悯未赢过上帝嘅怜悯，所以讲我家己敬啲上帝手啊，所以呢一边讲上啦，安尼款啊，啊人啊，啊是你讲我有啲上帝手嘅内面啊。咱人的生命更加稳了只，啊，或是啥物物件发生呢？有对个有合个上帝旨意，因为上帝掌管，哈、啊，就上帝讲我爱家庭一个查某会坎坷，啊，你看伊疼啦，啊，莫讲病啦，疼，啊是骚扰啦，啊，伊会坎坷，啊，伊会坎坷。痛苦，痛苦还是艰苦？啲希伯人啊，犹太人嘅话，即、这个痛苦甲疼啊，变啊疼，上嘅话咧就，因为犹太人有一个牧师讲，犹太人啊，即、这个疼，伊人无话咧就，所以还是虾米物件，咁样啊，咁样是用即个话，痛苦还是艰苦，啊莫讲收入。啊，所以你看十六集啊，这个查某的痛苦啊，十七集大伯伯伊的痛苦了，就痛苦，哦啊，第查大伯伯做工的内面，查某是爱生囝，啊 ，OK， 所以这边这个意思啊，痛苦啊，也是爱咱读较深淡薄啊，唔是单单。啲生囝呀，伊安怎来来阿咩？来教伊个囝，安怎来教伊个囝？本有伫内面，即个话痛苦是规个生活痛苦。啊，咱知啊，查某个痛苦啊，真啊济，哦，啊伊个痛苦。无论伫即边是讲伊生囝的痛苦，啊，有影实在查某有生的时，爱生囝的时，真正艰苦。我看我牧师了爱生，啊，伫doctor one 的 clinic 的时，伊生马克的时，我伫下边看，哇，真正艰苦，真正疼。啊，伫两九个月啊，有生伫腹肚的内面啊。本艰苦，三个月未食，啊，我个查某囝高加惨，八个月虾米本无虾米食，啊，无再感谢，就即、這个啊，伊说生两个囝，他那家父真无啊，啊，家父是了，啊，就感谢就，啊，感谢就 ，OK， 所以这边讲即个查某啊，伊个痛苦啊，唔是生囝呐，高囝。本艰苦，你看，边个大伯啊，一个妈，边个一个爸，一个妈，伊关心伊个囝，更加济了啦。伊囝个成功，还是囝个失败啊，影响妈了啦。爸爸有时无啥物插袂啦，我知，我是爸爸嘛，我知，对啊，较济是妈，
是无论嘛，伊囝大汉了，有结婚了，有囝了，伊有孙了，不烦恼伊囝。有时我牧师了讲，哎呀，这个 John 真正是个家，这个两小囝做查某个济，所以这个是有关系，甲这个查某的痛苦，伊的坎坷。你若做妈的，你若知啦你知啊？有时啊，囝子啊，会互妈的心啊，喙喙破所以这边啊，因为啊，这个不是讲上帝调治爱安尼管，因为人犯罪了嘛，就这个是犯罪的结果啦，这个是伊的审判啦。OK，那咱落来不看，咱不是，我不是讲啊，我爱过世这边啊，我不是讲啊，咱有囝啊。是一个重大无，有囝是真正喜乐诶。你知有诶人啊，爱囝无囝，你知？我趁一个囝，我心真正欢喜啊！别个物件卖互安尼个欢喜，但是啊，人有囝啊，囝会有时会互问题，你知？那如果啊，对这边讲，这个查某啊，伊有生的时啊，有囝的时，真啊痛苦啊。咱看第六个福音第二条啊，耶稣啊，出世的时啊，伊嘛，甲伊爸举一支圣殿啊，有啊，一个老的人，伊名西门，来甲伊讲，伊讲啊，这个囝啊，伊。如果一个囝啊，伊有一日啊，伊上个多安尼款食，伊会死。安怎呢？耶稣死伫十字架时，如果骂是安怎呢？所以可能啊，本有一个预言啊，无讲 prophecy 啊，有可能伫这边啊。上路来看，这个人犯罪了啊。世界无常了，世界无美好了，无完全了。所以第一个查某，就是心甲国家的物件有问题，痛苦。第二个，这个十七十六七啊，伊讲女的丈夫，但是女的丈夫爱管理，这个。爱啊，莫讲 desire 爱啊，伫旧约伊拉用三刀呢啦，伫旧约三刀，伫这边第四节、第七节Cain 来提示伊个小弟啊，阿伯啊，来提示伊个小弟，上帝啊，有提醒伊，甲伊讲啊，你。因为他们想咧，上帝接受这个阿伯的奉献，伊献祭，但是该的献祭，上帝无虾米接受，无欢喜。因为他们想咧，伊无拿着的献祭嘛来，阿伯来拿咩来拿禽兽啊，提示禽兽献祭来，安尼款上帝接受，但是这个叫伊拿。伊所载的物件来，所以上帝甲伊讲，你去解决啦，即个问题，伊会嘛，伊会倒转去拿即个金兽，还是羊，还是啥物来，毋是大个问题嘛。但是伊受气，受气啊，受气上帝，受气甲伊个上帝，害死伊个上帝，但是伊也袂害死伊个上帝，上帝提醒，你爱注意啊。做啊，单调啊，伫你外门诶外口了，只就伊做啊爱爱来加入，爱来所想诶话了，只第四只第七章，落来啊，搁一个啊，所罗门诶诗啊，所罗门诶诗伫古约后边啊，伊讲
一个查甫安怎爱一个查甫，一个查甫安怎爱一个查甫，所以这个安怎会翻译这个第三章第16节呢？一个查甫爱呢？这个如果犯罪了世界破断了查某伫内面有问题了呀。伊爱，互伊个丈夫欢喜，伊个丈夫所爱个，伊爱做个，但是伊本爱管了呀。所以这个喏意思啦，还是你行伫这个所罗门个诶，所写个参加一个查甫，一个查某爱互伊个。爱情人欢喜爱伊个爱情啦第一遍本会用安尼啦，会过水安尼讲啦。一个查某是互伊一个查甫欢喜，伊丈夫欢喜。但是也是咱用即个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会过水无论伊爱互伊即个欢喜。但是本来管，本来管，所以这个查某在伊的生命内面乱了只。哎，你还没想呢？破世界破多了，人犯罪了，所以查甫甲查某的关系有时无安尼顺了只。所以哈咧顺了看，会牙路啦，这个干了，落来伊讲这个查甫爱管路查甫啥个做啥物呢？来不理太太了呀，无哈咪注意太太的感觉，爱管，爱做王，爱做主，无插查某的心，所以如果因为人犯罪了，世界破多了，伫厝的内面有问题，伫厝的内面。查某无论伊爱互伊个丈夫欢喜，但比有时伊爱管爱 control。那你看啊，咱不捌看嘛，有诶查某真正爱管物件诶，对哦。所以即个查某有即个耐心了呀。查甫咧，查甫袂甘愿咯，所以伊爱管，爱 control 伊个某。伊个某伫伊个脚下底下边，因为即个世界破断了。但是伫即边我爱甲人讲耶稣来了，耶稣第五章底下边甲人讲因为耶稣来了，丈夫所爱做诶责任伊会做，伊圣灵会帮助，丈夫应该做诶来虾米呢？顺服是虾米来顺服伊本会做，因为虾米想呢？他呐，咱来信耶稣咧，接受主耶稣咧，咱用圣灵的灵啦，应该做的顶摆查某甲查甫之类也是咱人有顺服的心靠咱的生活，咱的生命交予圣灵来掌管，咱应该所爱做的，咱会做。一个丈夫会做好的丈夫，一个太太会做好的太太。OK， 到这边我安尼款讲啦所以我爱甲大波人讲啦，因为我是大波人有时我不做袂到啦爱阿咪呢？爱看待人诶，无较好啦OK， 特别必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讲，也是咱人爱，咱人上帝来回答咱诶祈祷咱爱应该看待人诶无较好我本对家己本爱本爱会记啦你本爱会记啦 OK。所以这边上帝审判这个查甫，他那人来，上帝审判这个查甫，这个上帝审判这个查甫，第十七节上帝讲啥物呢？伊讲因为你听你的某的声音，
讲你无顺服，我甲你讲袂使食，你搁去食。即个提地啊，上帝主宰即个地了。那伫即边啊，咱会看啊，即个大伯有怒恨啊，伊无做了啥？第一呢，伊无听上帝的话，上帝听伊。啊，即个毋是讲啊，十几只毋是讲啊，即个丈夫啊，袂使人想听伊的某的无话，毋是。人结婚真正济尔，如甲我啊，人知影啊，较济头啊，人的某所互人的 advice 啊，所甲人讲的啊，较济是。有智慧啊，知识啊，有智慧啊，哈啊，咱应该对啦，因为咱的某会看物件，咱袂看嘛，对哦。所以，但是伫这边毋是讲上帝，毋是讲咱袂使人想听咱的某的话，咱的太太的话，无。即个意思伫这边讲啊，上帝啊，某的话反对甲上帝的话，啊，安尼的事啦。上帝讲你无听啊，你无听我的话，你听你的某的声音，是无？啊，因为即个查甫所叫伊的阿花所叫阿东做的事啊，伊予魔鬼来影响伊吗？是无？啊，所以魔鬼的声音，伊听魔鬼的声音，所以他伊来啊影响伊的阿咩咧？伊的丈夫，伊的翁，所以哈利是上帝讲，无应该听，你去听，因为你听你的某的话，你无顺服我的命令，这个地啊，世界啊，上帝主宰，所以这边予咱的学习啊，这个大部人啊，这个丈夫啊 ，husband 啊，这个翁啊，爱哪会责任了咋？在这边伊无做，第三点无做。上帝心怀疑，第一呢，无听上帝的话，所以咱的家庭、咱的厝的内面啊，上帝话爱第一了咋？唔是人的话，唔是咱家己的话，啊是咱丈夫的话，啊是咱某的话，第一呢，在咱的家庭的内面，第一是上帝的话，你别哦，啊，人爱对是上帝的话。上帝律法，上帝话语，圣经所教的物件，哈哩是第一。所以，人的家庭，还是人的家庭顺利啊，还是爱成功啊？爱人的家己啊，会做好的人哦。上帝的话，圣经的话语，圣经的话，爱第一。明白哦，人爱顺服上帝哦。第二呢，这个人啊无做啥物呢？伊无做头，伊听伊的某的话，啊，何魔鬼来骗伊的某？所以伊无惹伊的责任，无惹伊的管。伊是做头，应该做头。你再个正啊，个正啊，咱大部人啊，咱的这个家庭的责任，干了咱帮何某了呀？哦，伊去教囝啦，哦，伊去啥物啊？去擦鼻囝啦，啊，还是用罗丹去做拍囝啦，哈、哦。我想咱大部分人啊，咱买来囝想咱无好嘞，啊，伊骂，啊，伊骂错啦。所以这类人啊，无惹哈哩亲戚，做哈哩事上就辛苦啦。啊，所以咱的家庭，伫咱的做这个奴的职，伫咱的做大部人，啊，咱的做奴的职，第一呢，上帝话第一，咱的顺服，咱的家，咱的囡仔，咱的囝，咱的厝，咱的家庭，爱顺服上帝话，爱听上帝话。第二呢，这个大部人爱做大，啊，这个不是讲，这个太太一骂，无啥物。嘛，听到真正自然嘛，家囝自然嘛，哦，这里不是讲伊袂使做，无，
咱人丈夫的人，翁爱做头，啥物物件爱决定，人做头 ，OK， 啊，咱较顺，无有啊，套路啦，即个干了，特别咱爱夹咱的这钱，咱是头 ，OK， 所以这边咱的学习吧，上帝心看即个查某咧，伊爱生囝真正坎坷。哎，家境哇，心真正心的破破碎碎啦，有时写名字真正艰苦，是吧？这个是查甫人的心，查甫呢，爱听上帝话，第二呢，爱举业绩前做头，所以咱落来二十集甲二十四集，我是安尼讲简单过水啦，我无阿咪福建话所以路人了解啦无无，这个人啊，个个有几项，这个查甫人啊，像你先讲，有三项物件，三个结果咧，就第一咧，地上帝主宰这个地，如果地啊，上帝这个创造啊，这个主人啊，你这啊，主人啊，主人啊，这个。主人啊，甲人啊有关系了噶。哈咪是主人真正乱呢？因为人犯罪了嘛，世界破多，因为哈咪是咧世界破多，人犯罪嘛，所以有关系。这个地动啦，这个淹水啦，这个无落雨啦，这个干了，顶摆上帝，天开始上帝创造，这个物件干了无了噶。人犯罪了，世界破土，就安尼款，自家世界淹水，你看哦，即个几日啊，前几日啊 ，Australia、Sydney 啊，哇，淹水真啊，直多咯，OK， 所以上帝主宰这个地。就伫罗马第八章，保罗有写讲啊，伊讲即个世界啊，即个地啊，上个即个查某爱生囝的时啊，伊哎呀，世界不安尼款了咋？伊念咪是单调，耶稣对来单调，上帝所拯救人，如果我基督徒啊，会找人说。应该坐地位耶稣对来的是，做世界真正乱哦，真正艰苦哦，很惨呐 ，OK， 第二咧，第二讲啊，工作啊，无安尼用，对哦，如果第十一节、十八节，十八节，伊讲十一节，伊讲啊。你爱读啊，爱读无啊？艰苦痛苦啊！你爱食啊，贵个生命啊，低低啊，这个，你爱食个是啊？食够食啊，老寡了咋？是你讲爱读无啊？无你会贪食，无安尼顶摆啊，第二顿个会啊，还是人爱食个是啊？哇，这个规矩的物件真正侪，这慢个嘛，就他那爱拖无，你就话题啊真正定了噶，真正侪干，做工作无安尼闲了，工作是真正坎坷有时啊。这个坎坷痛苦啊！这个大伯做噶，但噶，是上个英文啊，但噶意思，对哦。落来第三呢，人的目标在倒落，往爱唔知啊，伊 direction 啊，是讲伊爱，对在倒落呢？死亡，就是平安。你啲土都落来，出来，你都甲土堆去土，意思无
生命无咩意思，对不？所以这个是人犯罪了，上帝生活伊的结果啊。第一，上帝主做；第二咧，工作真正艰苦，爱拖磨；第三咧，伊啊后来啊是人死亡，等死呢，等死呢。顶摆有一个牧师讲，今这个囡仔把你生出来啊，你才第一啊买啥物物件？对哩呀，是夸张，对。OK， 所以咱来来第二十集甲二十四集啊，这个互咱看上帝安怎来少少恩典吼，这个阿东甲后啊，有个人问啊，这个阿东甲后啊，到底啊，伊人有谈到拯救无？下摆咱去天堂个时，会看伊人无？有个人讲无啊，未啊，无伫啊，伫天堂。特别我读伫这边啊，我较济啊，我少啊。即、这个阿东甲华，咱会看伊人伫天堂，啊，耶稣拯救伊人。你虾米事呢？你看啊，二十集啊，好啦，咱会看到伊人个心心了只。啊！二十七，阿东叫伊个母个名是阿华，阿华个意思是讲咩呢？伊是每一个我个人个妈，啊，加了我个人个妈，这个是阿华个意思。第二条，阿东叫伊个母查某 woman 查某，伫这边叫伊名 Eve。所以这个是讲啊，上帝审判了嘛，死亡入入来了嘛，世界是啊，但是呀嘛，但是这个大伯甲伊个太太啊，有信心啊，伊人相信上帝应允啊，一日上帝爱派这个弥赛亚来，伊人知影，伊人互相，伊人用这个撒旦魔鬼骗伊人了，啊，未话过。哈密大大上帝也好啊，上帝啊，啊，所以伊号伊这个名新的名阿华，啊，是每一个活的人的嘛，唔是每一个死的人的嘛，无咧只活的人，所以互咱看到伊人的心是第一啊，阿门。我想得到有嘛，伊活到930年了咋？哦，你想伊无后悔咩？哎呀，我也是无犯罪就好。如果我咱做基督徒了，有时咱犯罪，咱不后悔，哎呦，咪讲啊，基督徒无信主的人，有时伊人做唔对的物件，伊人后悔。你想这叫无后悔咩？第一阵的悔啊，生命就好，就水。祝福快乐，他那爱拖无，生命坎坷，安家某有时啊，烧麦烧暗，对不？所以伊人，我可能看伊人个心情啊。所以我相信伊人下摆人会看见伊人伫行动。第二呢，第二十一集呢，上帝予伊人穿衫了啦，即个衫是啥物呢？禽兽的什么？皮，禽兽的皮。所以这边啊，上帝，这个禽兽打落来呢，爱杀死禽兽嘛，把落去夹伊的皮嘛，对哦。所以这个天生的是啊，这个阿东家伙无食肉苦了咋？从世纪第九章啊，挪啊。这个饮醉了了，就来是上帝把路给伊变了，阿路会食吧？第一边伊人食的那个食金鬼子呢，明白哦？所以这个金烧的肉就喊咩呢？烧起啦，伊会老出来。所以上帝用伊的这个皮啊，金烧的皮，给伊人做衫来穿衫。所以这边啊，上帝有解啦。这个咩救恩啊！参加耶稣来拿人的位啊，金兽拿替伊人的位啦，参加
阿伯拉罕伊的仔以撒啊，上帝叫伊去杀死伊的仔啊，伫遐个山巴啊，无山巴即个啊，哈边所在啊，摩来海所在啊，阿伯拉罕差不多爱杀死伊的仔，上帝叫伊停，袂使做。啊，你边仔有一个金兽，你举个金兽来摕以撒的话啊，先甲耶稣摕人的话，所以即个金兽摕伊人的话咯。啊，举伊人的话来做伊人的见证，所以即爿啊，上帝准备即个了，怎，予伊人所犯的罪啊，他叫赦免。所以咧，就我相信伊人的，人的会看伊人伫天堂。第三咧，哦，咱你看二十甲二十四节啊，上帝讲会较好啊，即个人啊，袂使予伊人伫。这个伊顿的园那边，你讲爱赶伊人出，因为伊人趁啊，会晓做歹了，啊，也是伊人食这个生命的果子啊，永远活啊，哇，如果啥歹的人啊，也是未死啊，安怎？永远活，像个希特勒啦，啊，像个这个斯大林啦，啊，像个滴柬埔寨啦，波尔波啦。歹人啊，恶的人啊，哦，也是伊人未死，永远活。世界充满这个恶的面，啊不，这个是啊，充满这个罪的哦，会输的啦。那你看第六条啊，无论人伫遐个店车人活一百二十年。真正错，真正坐歹了，上帝无法啦，爱饮醉啊！你看是未人未死，国家做上帝无可以人食，保守上帝保守一个生命的主张，等到一个开始咯啊，二十条跟二十一条啊，第二十一条啊，伫一个新的天，甲一个新的地，一个生命主张够的，是啊。上帝保守，伫这边予咱看到啊！上帝保守这个老桥咧，只无论伊人活真啊久九百年，但是上帝保守无伊人食这个果子，无伊人食啊，无机会了来请求，是啊！伫这边不可能看到上帝保守伊人啊，予伊人啊无。欠还的罪啊，超过个只，未拯救了，无安尼讲，再到魔鬼啊，人生未拯救，上帝保守伊人。那有一摆滴阿伯拉罕啊，伊骗啊，伊讲甲这个王啊阿比马勒啊，伊甲伊讲啊，伊无伊讲伊阿咩咧？伊小妹，伊小妹，所以这个王家，这个撒拉伊无。但是啲阿妹，阿咧妹啊，上帝献家己予即个王家讲，你未使做安尼款嘅做，你所做啊，你死了，伊讲，你死了。所以即个王讲，哎呦，我唔知啊，伊嘅丈夫啊，阿伯拉罕啊，讲即个是伊嘅小妹啊，伊无甲我讲是伊嘅某，但是我无做虾米，啊，我无同意，上帝讲。我知，你无同意，因为虾米事呢？我保守，我无予你同意，是啊。所以上人耶稣拯救了人，哦，耶稣保守了人，予咱人啊离开这个世界时，咱人会去天堂，会得到天堂的门，会进到天堂，哦，无予咱家己啊。乱乱来了，咋？所以这个救恩啊，保守了啦。OK， 三个上帝保守啊。所以咧，是我相信咱会看到伊，这个能叫第一天堂。OK， 第八啊，第四项啊，这个能叫啊，特别这个大伯啊，上帝可以这个做这个工作，对只二十三只啊，可以去哈咧土，哈咧地下边啊。可以去做工，可以去
即个二十三节啊，第二章十五节，上帝创造即个人的时候，给伊即个责任咧，就来过即个伊等的园啊，来过来即个工作，相关的工作伫这边，他那不是过即个伊等的园，他那是讲伊所住的所在，啊，伊家己的园，啊，伊在下面。上帝給伊一個工作，所以這個是講啊，無論伊犯罪了，上帝啊，所給伊的工作，他那犯罪了，原在阿哩工古有，吼、哦。如果有一摆啊，唔是一摆啦，约翰二十一条啊，咱在彼得啊，无承认耶稣撒刀嘛，有、哦。所以，你看耶稣死活了，耶稣来看伊的门徒，啊，伊人上司嘛，开了去掠夫啊，规暝掠夫啊，约翰二十一章啊，掠，即个只夫本无掠，空空啊，个爽啊，无啥物啊，所以早起耶稣来问伊人，你人有掠啥物夫啊？伊人讲无啊，用阿路行路的即个啊。tìm tìm lưỡi à trên treo chú à bé rồi anh ấy cũng ô leo trên nhà chơi hú chụp ba gò chụp xa hú à bôi à chụp ba gò chụp xa bôi hú đó chứ lấy chụp ba gò chụp xa bôi hú à quá xong xin bỏ mi ý sú là chứ lấy gì cả lăng con à yêu hẳn à suy à quỳ chả hú y lăng leo đấy chứ chụp ba gò chụp to to ấy chụp ba gò chụp xa bôi所以你看耶稣吃了啊，耶稣啊，准备早起餐给伊人吃。你看耶稣甲彼得，彼得，你听我无？门撒刀，伊无承认耶稣撒刀，他那耶稣来门撒刀。但特别耶稣门的是，你爱过我的油，你爱关心我的油，你爱教我的油。这个工作啊，是耶稣阿未死的时候，彼得了呀。所以他呢，无论彼得活多了，无承认耶稣，耶稣来原谅伊，耶稣给伊各项的工作，这是平分上。哈、啊，所以这个是我相信啊，我相信啊，这叫啊阿当噶话咱的，看伊咱的点。会甲伊人讲话，对无？会有点正个套路啊！哎呀，安怎伊会感觉？你九百三十年，你活着，你会感觉安怎？你得罪了，哦，是真诶，即个欢喜个了，哎呀，失意个了，你感觉安怎？哦，咱人啊，伊会分享啊，我爱 interview 伊本啊，哦，所以这边互咱知影，伫救恩诶内面啊，有四项物件，即个。信心，哦，信心的道路，信心的耶稣是个那人死啊，伊做了上帝用来啊，亚人的罪，对哦。第三，那人上帝拯救那人，伊保守那人，哦，和那人啊，后来、未来的地点到，咱单调。耶稣佫对来，上帝予咱人一个工作来侍奉伊 ，Amen。所以希望一个啊，第三章从细起啊，你有学习一项物件啦。但是咱这边会看到啊，咱人的上帝就好，人得罪啊，随时上帝有 plan 了，有计划啦，安怎爱拯救一个人？哦，所以你看，上帝伊的心嘛是爱救人啊，只。所以你说耶稣的名是耶稣，耶稣是哈伊意思咩？拯救人，来拯救那人。伊的工作是拯救人，伊的名是拯救耶和华拯救人。哈，你是啊，耶稣耶稣啊。所以上帝耶和华上帝是救人的上帝，拯救人的上帝。
所以咱感谢咱有安尼款的上帝吼，有安尼款的主，有安尼款的心，哦，无论咱跋倒跋，跌落跌，啊，凄惨，伊来拯救咱，派耶稣，啊，死的是一个好路甲过，所以咱安尼款咱应该来敬拜来俄路，安尼。主爱的上帝，哟、哦，安尼怜悯的上帝，咱应该来敬拜的。啊，所以希望这个啊，后礼拜啊，是耶稣来为咱死，死了三日一句话啊，咱会读这个圣经啊，啊，特别马可11:16-17去读看耶稣11章。他卡只六张啊，哦，耶稣为了人安怎来受苦，哦，何人定死的神职嘅，所以何人应该来敬拜啊？参加上帝要啊，来啊，救这个亚当加花，今日伊来救咱人，咱感谢偌济年，正啊，耶稣的神职嘅四个话，见证。哦，所以咱应该来，有路来感谢来敬拜，安怎伊来原谅咱？所以希望咱会加点声来想起哈，咱人的上帝是着伟大，着伊云端云顶啊，用未了的，哈、哦，常常有想咱人，想人。咱应该不安尼款，阿神甲耶稣讲，你逐逐摆食即个圣餐的时，你爱纪念我，哦，所以望咱人有一个感恩的心哦 ，OK， 所以感谢咱的主耶稣，阿门。所以咱来祈祷啊，我人的上帝，我人的耶和华上帝，我人的主耶稣，甲圣灵。我能感謝你，感謝你安怎嚟計劃，即個救恩嘅計劃嚟做教即個事，學耶穌啲神蹟嘅嚟教我人嘅罪，嚟擋我人嘅罪，我人嘅坎坷，我人嘅痛苦，加了你嚟擔，替我人嘅罪，教我人嘅罪，學我人無需要入去地獄，甚至魔鬼安尼款。爱予地基个火来烧伊，我人有一个路来闪一个地基，是耶稣为我人来死，拿我人个位，所以我真正感谢天父，求你来祝福我人，予我人有一个感恩，有一个欢喜，加一个敬拜个心来敬拜来侮辱你个性命，就啊求你来准备我人，予这个礼拜爱来个礼拜啊。我人会想，会用点声来答你的话语，我主啊会知影你是我人伟大的上帝。我人问主啊，叫你特别予丈夫、爸爸啊、翁伫厝的内面会来做头，会予你的话语做第一伫我人的家庭内面，予我人会所应该做的事会做，予。太太甲丈夫主啊，会来对你，哦，我人个囝子会得到主个祝福，感谢你安尼听我啦。无论你心烦哈个人，但是你心烦个时，你有一个救恩个计划，爱拯救个人了，所以真个感谢，所以叫你来祝福我一摆。愿在主耶稣个恩典之下，听从圣灵个教导，甲咱每一个人同齐。提高祖国来，阿门。